想吃啊，你想吃吗？你想吃我就给你拿。不是买，坐在屋里就有去拿，就懒成这样了，拿都不愿意去拿。对，你问我你想吃吗？你想吃吗？你是不是想吃啊？对，到底想吃啊？你是不是想吃啊？哎，我说啥？你说不上，那就没法接了。你怎么？你跟你老婆在家怎么说？他就踹我，我就去了。这还怎么接呢？就前面的那几番呢？前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能说你想要。对，他也不能说他想要。他一定是他想去拿，他才。他也想让我去拿才好玩，然后最后还是他去拿。对，好，你看啊，林瑞先问，你要不要吃甜筒？你要不要吃甜筒？那你的内心独白，我也想说，我要说我要吃，他肯定让我去拿，他不要去拿。你想吃甜筒吗？你要想吃我你要想吃你自己去拿，你明着说。那我还问他干嘛？